感恩本尊，我是来自彰化圆岭的，我今天见本尊，圆岭了啊，第三次了。上个礼拜我有去圆岭道馆，我膝盖这个地方有一个点会酸，我就说啊，昆鲁师兄，你就帮我请本尊分身帮我点一下。他说好，那我就请他的定身法。哎，很神奇呢，真的，脚骨也没起来。然后他说啊，你要该拔河啊，你要一出拉啦，真的就不动。后来就真的。哎，给就松快。昨天我就觉得，我的后边这吼小腿遐吼，可能踢腿也犯，强要袂行。啊，我就想着讲，哎，昆如同道他又甲我教安尼啊，我昨就真正把本尊分身请落来，然后我就请本尊分身对定身法。啊，有赖无啦？分身有赖无？应该是有啦。未使讲应该有赖无赖，就爱较正确的。哦，安尼有啦。哎，未使用准的呢。我呢，脚好起来啊，即卖拢未听，天地好起来。哦，未听你啊，我未听就有赖啦。啊会听就无赖啦。我袂啦，大家在拢有恭请本尊分身之后，有甲本尊分身讲啊，无本尊分身你甲我带动，我就较含慢。然后本尊分身有甲我答应，带我去法界宫呢。你有看到我的分身呢？有，伊去到法界宫才看到呢。哦，嘿，哦。你个求爱的如来，如来啊！我就讲本尊分身，你要带我去叨位法界宫，好不？说好呢。那有一次就真的有去法界宫，感恩感恩。啊，要甲本尊请求，我今仔日圆岭有六个来，哦，圆岭六个呢，嘿，我几个袂要紧，都有迄个。是不是会当甲阮吹气一下？我吹气呢，吹气啦吼。哦，你来个阮先办吹气吼，吹气是要六个先起来，是安那？多六个，你拢要吹气，无爱吹就忙起来。你哪管你咩？有会吹会惊，吹袂惊，不管你个吸袂着，吹气去吼，吹气哈。我哦，你那电管阿袂哦，扣抓就对了吼。哦，迄无差无差，我这气啊有声有声，吹气哦，来来来，主任，不不不，我来来，这气看你的技能怎么样，它自己会自动的。针对六个喷气的不管，剩一个无尔，顶管我搁喷一届啊！按这是一半。有哪有啦啊！来，你处理一下哈。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。好，小姐，小姐。感恩本尊。哎哎，我是圆岭分身道馆，在那边报道的，我叫张德雄。哦哦哦，我是上校退役。上校是，看起来就有军人的味道。我在今年2月21日啊，哎，第一次到圆岭分身道馆，一去，我当天就加入，因为感觉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。哦哦哦。然后到现在为止还不到两个月，哦，可是因为我对修道很有兴趣，哦，从高中一直到现在30几年，我几乎都没有脱落，没有脱落。但是这30几年，我觉得是有一小步，只有一点点，跟现在比较起来，现在这一个多月是一大步，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段记忆，也非常感谢。苏金生啊，哦，他们夫妇啊，哦，引介我进来的，哦，这样 以前都是很认识，哦，我来到这边啊，我发现我过去所练的跟现在可以结合在一起，而且可以更深入，同时还可以传播，然后让他更深入的去探讨，哦，我的足迹很少有求道修道了，以前是苦修啊，现在来才是享受到，随受享受到，对对，享受到。享受到涅槃极乐，要这种境界才可以，是，怎么要这样才可以？是涅槃极乐先，你有了这个，哎，有时候都懒得出去呢，懒得出去呢，还有什么其他什么？看到人世间就是这些啊，实相这些是人世间没有的啦，是，人家不知道，只有你们聪明知道要探讨了，不是求了，是，自己就有了啊。是的，刚好有大日光明可以照啊，是，很好啊，不会有问题。感恩本尊，啊，谢。涅槃极世间是，而且他都很主动，是，你不要用人间的方法和他交往，他会主动告诉你，是，他会和人间都不一样。感恩本尊，啊，千变万化是，
那恭请本尊帮我吹一口气，谢谢。好，来啊，哎，一样，第一次不抵抗。我这个你把个零零零零零零给弄掉嘞。第二次抵抗，用你的力量抵抗没有关系，力量稳住，抵抗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啊，第三次吧，来啊！第三次啊！对对，这很大。